天亮吵到天黑，吵吵吵吵吵。我家里真的是很复杂的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我也忍你一辈子了。离婚律师费888，我来付。你的问题是妈妈的问题，我真没用，我是个很失败的女儿。老公欠钱老婆还是天经地义的吗？钱我是没有了，命我还有一条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好好的照顾那个孩子，供书教学。我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的家。老爷爷对我很好，我们在一起很幸福。那我也要知道他是不是我亲弟弟吗？你们说那个孩子不是我的。去死吧！老听你说你老爸老妈还有你儿子，你没朋友的？你就是我朋友啊。相信我。